趟到夏威夷度假一个多月，20日上工，整个人黑了一圈。长期帮性骚扰议题发声的他，被问到近期身边多位艺人好友都卷入 Me Too 风波，让他说到一半自爆，聊这个我恐慌都要发作了，当场泪崩。这整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讲话要谨慎，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必须去思考你所讲出来的任何字句对受害者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受害者必须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即使这些人是我们很熟悉的人，可是你要去那怎么讲，我就是绝对不会落井下石，但是可能也讲不出好话，因为我们必须去想到设身处地想，我们不是当事人，不是那些受到这些伤害的人，当他们没有说原谅前，任何旁观者说出的一句可能加油，或是说出的一句可能是一点点比较稍微正向的话，可能在受害者耳朵里面都会是加重他们的伤害吧。所以那个真的太难说了，而且我觉得就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休息一下。好难哦，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Bye.